来继续来看台东这家伙也是惊破胆哦。这个爸爸带着三四个囡仔，为兰斯坐客船要登去台东，结果拄到大海涌，有够恐怖，佮亲像咧坐摇篮安尼大力一直切，甚至甲船舱的天棚切到拢落落来一大地，都落伫小朋友前一排的座位，囡仔是惊甲大声一直哭。船拄出港，然后拄到大浪，互人坐甲真艰苦。三兄弟啊，海干嘞头昏目暗，塑胶袋嘛已经准备好啊。金王公船赶紧入港，想要到沙来。哎呦，哎，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囡仔惊到一直哭，船舱的天棚落一个真大地，伫进入一排，险险啊都卡着头。真的很恐怖，很恐怖。还好没有打到小朋友。真不简单，到台东想到时，这个囡仔还过会惊。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，差点飞起。昨因坐这班南苏往台东的客轮，因为天气关系，船提早四点钟，第早起十点出发，想不到伊还去拄到三公尺高的大浪，惊一跳。以前的经验就是浪再不好，就是像坐云霄飞车这样。啊，这一次真的很恐怖。人客坐船坐到吊颈，船公司表示歉意。迄一天，东北季风提早落南，有七八级的强阵风，才造成这个意外。他因为这一块，因为他加了一些装备在上面，所以他比旁边的都还重一些。船公司赶紧修理，希望讲莫发生这款的意外。